王大陆与人气韩星义大利约会，网友认出我不是王大陆。王大陆左图右与韩星江汉娜同游意大利被抓包。图会火微博，江汉娜 IG， 2018年4月18日。王大陆与韩星江汉娜本月四日才在台北海产店约会被抓包，两人为此闹上韩国版面，但他们仍称对方是好朋友，否认恋人关系。结果今十八日又有网友爆料，三月在意大利梵蒂冈巧遇他们，上前询问是否王大陆本人，他居然否认并转头就跑。王大陆去年三月与步步惊心力的演员江汉娜同游日本大阪被抓包，本月在台北海产店约会又被目击，被抓到两次约会的他们其实上个月在意大利梵蒂冈游玩又被网友捕获，而该名网友认出对方后并上前询问你是王大陆吗，结果他竟回我不是。便压低帽子转身就跑，言行举止让人猜不透。根据网友的照片可发现两人互动相当亲密，如同热恋中的情侣，但他们都透过经纪公司否认，仅称对方是好朋友。